肉串王。我有看到那里有香肠。这里妈妈在帮你拿很多。哇，那你的香肠在哪里？在那里啊，看你看这。这是鸡翅膀，这是鸡皮。我请你看，你要吃哪一个？看。我要吃肉。你要吃肉。对。吃肉肉。来旁边站，来旁边站。啊，挡住路了。来这里看。来这里看。咦，你来，来这里。这个是肉串。嗯。这招牌鸡肉串，哇，还有很多啊！你要不要再拿一串试试？觉得三串就会在外面。三串一百啦。我有一百啊。对，我有一百。对，我有一百。对，这样子是。你要给香肠好以后啊。这不是香肠吗？是。因为那是欧贝黑。哦。我也看香肠在那边，妈妈。香肠在那边。快到了，它好像快到11、12点吧。快到没人。那个依依，那个有酒。那是大人在吃的。有酒吗？对啊，有酒喝吃起来会辣辣的。对啊，你要喝酒吗？嗯。爸爸也没有喝酒。嗯、你真的很肥肠，对对对，大肥肠。没看我，没看我，没有，你看我，爸爸。啊？干什么？除了米雪甜不辣豆干。还有二次以外，其他都可以加。加在三汤。它这个是什么？鸡软骨，特别哦，脆脆的。那双板猪，要一百，要辣吗？对呀。爸爸，我在妈妈说你是一个小屁孩。